到美综合报道，修杰杰与贾静雯结婚近三年，育有两女，步步紧逼欧妞，一家人感情和了，修杰杰也成为新一代好男人代表。日前他 PO 出替妻女特地定制的球衣，而背后更是透露了家庭地位。热爱健身的修杰杰平时常带住家人一同去运动，母亲节将至，他更定制了专属球衣当礼物送给老婆和女儿。只见白色球衣的背后印有母女三人的英文名字，修杰杰笑说看背影就不会叫错名字。而有眼尖的网友发现贾静雯的背后是零，步步与 PO 牛分别是一跟二，让人猜测着是否代表住家庭地位。开玩笑说，所以爸爸是三号吗？而修杰杰替妻女所做的一切仍让网友大赞，好用心的好老公和好爸爸，好酷的爸爸，超棒的母亲节礼物，修杰杰所与贾静雯感情恩爱。凡是自修杰杰脸书贾静雯母女的专属球衣，凡是自修杰杰脸书修杰杰左衣，一家和乐融融，凡是自修杰杰脸书。